当日前线传来你的死讯，我就对老天爷说，只要圣主墓还活着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圣主墓做什么，我傅柔都不会生他的气，因为只要圣主墓活着，傅柔才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所以就算有十个马海牛跟你活着这件事情比起来，都是无足轻重的。主墓，我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，可是好多人都是走着走着就散了，我真的很害怕。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一定要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千万不要松开了。我一定不会松开你的手，这辈子都不会。喂，圣主墓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管你是周王的女人还是我们将军的女人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要脚踏两只船，圣楚墓这条船是我马海妞的。你有病啊。哎，你的弟弟可是同意了我们俩的婚事啊，还按了旨意。什么东西，哎，走开，你敢动我妹妹。楚墓小心。都别动。干什么？他敢抢我男人，我就割断他的脖子。这位娘子，你想做圣楚墓的妻子？这样做恐怕不行。那怎样才行？我倒觉得你刚开始的做法是对的，想要嫁给圣楚墓，就先要得到他家人的认可才行。可圣楚墓不吃这一套啊，把我的纸印都给撕了。哎呀，不是他不吃这一套，是你找错了人。找错了人？哎，你知道楚墨在家里最听谁的话吗？谁啊？韩王妃。我还真不知道你居然这么坏啊。好吧，我坏，那你可以不用理我啊。你休想。照马海妞的话来说，你就是我圣主墓的船，唯一的一艘大贼船。很少见你这么安静，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你对我说的话。嗯？真的会一辈子对我好？百依百顺。那你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楚墨，那你说帮我套耳朵。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还不会套耳朵啊？哼，上次在广州城眼巴巴的看见你给傅涛套耳朵，现在他不在了，终于轮到我了吧。快套啊。这么别动。